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，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，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，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。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。他不吃猪肉的。你老婆一定很胖吧？去你！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。你就吹吧，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，最漂亮的女人。这真是你老婆？不是我老婆，是你老婆。你小子可真有福啊！我老婆，我说你可能不信，长得就像猴子。猴子？猴子？哎，对了，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？丧门星？丧门星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，丧门星，他是没有碰见我，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这人了吗？是丧门星吗？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小心点。你上，给我上。
没事，我没事，走吧。是啊，咱们有粮食了。哎，你们看见太白金星了吗？那个威风劲儿，小鬼子看见完全吓尿裤子。哎，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？俊不俊啊？太白金星能不俊吗？不用琢磨，也比你男人俊。嗨，不管他长什么样，这么回去，多给他烧几炷香吧，好好的供着他，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。哎，是啊，老头子，哎，我回家呀，可得好好供着他，求佛祖保佑他，求菩萨好好保佑他。哎呀，他可是个大好人呐，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。对，应该这句话说的对。哎爹，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，咱们就放在那儿吧，太白星准能看见。那让蓝雕了呢？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？再说了，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。那就放这儿吧。哎爹，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？能，肯定能看的。哦，那好了，咱们走吧。走。慢着点，行，没事。Thank you.